欢迎光临乐园，欢迎光临。这是盖印章的几点卡，盖满印章即可领取奖励奖品。印章都在园内某处，请试着找找看吧，偷偷泄露一点小道消息，奖品有可能极为豪华。那么，请尽情游玩，好吧。スタンプを発見。用意された収集要素は可能な限り回収することが合理的。推奨カードへの応印。スタンプ。印章。哦，好难过，你想要印章吧？好吧，用我的眼泪来盖印章。看你，这个太可怜了吧！用我的眼泪来盖印章。看到这台都好想要把他痛殴一顿了，揍两拳就爆了，是不是有点太可怜了？这边的印章是一堆，哎，都应该不是这个。哎，一兜啊，哦，这个啦。突然失忆。那家伙好像很兴奋的样子，充满干劲的，充满干劲的巨蟹，是不是充满干劲？看得出来耶，充满干劲，我很气，很气。暴怒机器，胡说八道！机械生物可是活生生的啊！所有人都去死，印章也去死！哦，很愤世嫉俗嘞。这就好像我们一样，对人生充满了悲观的想法、啊。好了，开玩笑的啊。哦 ，Hello， 笑脸机械啊！啊哈哈，这个世界真奇怪，印章要多少都行，哈哈。这里还有啊，哦，这是什么？罗密欧与朱丽叶。
ジュリエット、ジュリエット、ならば君の命を情况，奪ってみ这せ个台词ろ。好像有点不对。死ね、飲みの他们突然干起架来了。然后这不是我认识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。对啊，哦，用生命在表演呢，哇，印章，自由。那就是电梯那边啦。哦，那就是下面那个了嘛，那个游戏，那个 Nice 姐的那个游戏那边。太简单了。全套已经在我手上了，那我换一下好了，换个位置。这个会爆炸的比较好用，爆炸全套。哪有很高级？你骗我！我还以为会高级到直接把一些很神奇的东西送给我，结果没有。
被骗啦、啊、算了，其实也算不错啦，说真的。